大家好，我是东宝，今天准备耕田了啊，把这个饮水那个水槽也买来了啊，所以买了两包水泥，就是把它水格稍微敷一下，前面那儿敷一下，不然那个水蓄不住啊。还有犁头，去年犁头用烂了，今年买这个犁头感觉深一些，它的牙齿感觉长一些，这感觉如何？这么一个260。一头铁，我以为这个泥头就百来块钱的，没想到这么贵，会多快？三十，反正这一起70块钱，我去，你先背球往旁边运了，兄弟，再接建筑的，浇水，浇。刚不要浇水来的，没浇水。农药，就是工人节卡子，我老在那边做农具。他容易把腿撞起来。你哪个碰？你这个碰，那么刮黑的没看到。休息半年他啊，也要开工了他。先把我先见到他有几个兄弟。拉扯半天终于拉响了，里面火让火花塞积碳了，去这儿家电够远的，这儿回去三万多了，先把耕田机抬上去吧，先耕到这儿、嗯、因为必须这个过两天下雨，下雨之前把那个板田啊，就是没放水的田先耕一遍，因为好多年没耕了，先耕一遍再耕一遍，它耕得透一些啊，才关得住水，不然都是关不住水。上坡你人够的。我们这个机子算比较轻了，所以说抬起来还行。你要对啊，我去犁头去。叔叔呢？他回来，待会儿我耕田呢，他搭那个水槽。那水槽，因为后天还有大雨，我今天明天把它耕完，后天就可以灌水再耕一遍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耕田了，这个田必须先耕出来，因为到时候是做秧田啊，那个秧苗全部种这个田，因为秧苗种上面往下背舒服些，要是种到下面往上背那就扎死啊，是吧？够时。转一圈啊，旁边是田坎，要跟着透一点啊。你买的犁头好用吗？还行。
把你甩过掉了。来来，这个啥时候要过了？啥时候看对没有没？啥时候领地？领地嘛，把你甩开掉了，这都。领地嘛。这都把你这小块。啊你干啥万一他今天怎么打理他个大胯了哎鱼板的。这叫阿德的。你也小不小的啊他底下以前好小。嗯。后来他今天够宰的好大嘛。嗯。阿娘快不够。阿拉不过个也不快。其实你先买成大罐子也够的啦。大罐子。嗯。大罐子吵架大些嘛。吵架大你好进口些嘛这都不进口嘛。这也可以，这个是最好的，它那个。我买最好那种，它个金狗。是不是？是。到时候这树可以种冬卷嘛？冬卷、香菇啊，啥些都冬卷也可以种。冬卷也要种的嘛。这个水槽要退休了。烂了，烂了你。嗯。要换新的。他已经光荣地完成了他的使命。下来不下？这个半数不可吃，今天下来不下？半数下来跟几十只可斗？大可斗了，皮已经烂掉。这是东某他们这边以前饮水的水槽。南山的，东北的。嗯，换胶水走。嗯。换胶罐子，其实也可以用蓝珠哦，叔叔。蓝珠也可以用，但是没有那么大的哦。皮质量嘛也可以用，要大蓝珠。你其实么是带上来的，带上来的。哦。这都开得上来嘛？开上来。我原来在这个的晒地，我都开上来的。有啊。其实啊。开得上来，因为后头跟后头叫点儿窗子，它就上来了。哎，叔小心！你刚刚都带了，不让不让踩。叔叔，嗯，断了哦。断了吗？那不对，还有两块。我们以为就只打这一块。这一块它不好搞，那钩钩堵死的。哦。钩不进去的。这都是上路的水泥，人家就不要紧的。哦。不然啊，这泥巴水泡它肯松，你软的它肯漏水。哦，嗯，这个水人家就扔了。这边还要买两根那个浇水草，嗯，要一直搭到那个东宝根的田那里去。
今天先到这里吧，搞不完的，现在5点钟了啊。那今天这个田耕的特别好，我觉得，掌握技巧了啊，要慢一点。我感觉掌握技巧了以后，这耕田要好舒服。嗯，像我去年搞了，感觉和它对扯一样的，好累啊。今年呢，我这耕这个虽然耕的慢啊，但是感觉搞得特别好，又舒服。这篱笆至少耕的这么深。嗯。下头的还要耕一道这个。技术越来越到位了。嗯，耕了一小半吧。中间耽误时间了，可以啊。这个好像大概好像一天时间才能跟得完。嗯，好吧，我们今天就跟到这里啊。反正这段时间就是耕田啊，耕田这些就准备插秧的事了啊。因为在清明左右就要泡了个谷种了，就要下秧了。这个到时候是秧田啊，就要撒了个谷种的这个地方啊，所以必须先搞出来啊。好吧。我们现在回去了，回去要搞晚饭吃去了啊。好，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啊，拜拜。